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请看大经科注第1077页啊，1077页，从倒数第三行第二句看起啊，正如《金刚经》曰：“若当来世后500岁，其有众生闻是得闻是经，信皆受持。”世人则为第一稀有，何以故？此人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这是《金刚经》上的经文。这是身心决定不是凡人，念老再举《金刚经》作证啊，《金刚经》在中国大乘佛教读诵最多啊，不学佛的人，古时候读书人没有不读《金刚经》的啊，儒也读，道也读。啊，这部经在中国影响非常之大。那么《金刚经》说当来是将来，后500岁，释迦牟尼佛的发愿，12000年，前面5个500年，就是2500年。佛法了逐渐衰微了啊，佛将这个2500年分为5个阶段，每一个阶段呢是500年啊。前面呢我们学过第一个阶段，
跟第二个阶段，这个一千年是正法。正法里面有讲经的，有听经的，有修行的，有证果的。第二个一千年就是第三、第四个五百年，有讲经的，有听经的，没有真修行的，真修行的人很少，没有正果的，这叫想法。那么后五百年呢？这是末法，末法最初的五百年还算不错，还有个形象，但是已经入了斗争江湖。佛说这五百年，就大多数来说，第一个五百年持戒就能证果，随戒律成就。第二个五百年呢，持戒已经不行了，要修定。修定能证果。第三个五百年，与持戒修定都没有这个耐心了，也就是有耐心的人越来越少了，崇尚于多闻，南北朝隋唐以后，大臣就是教下兴旺起来。讲经教学叫多闻见故，那后五百年呢，第五个五百年呢，斗争见故，这就衰了。以我们中国历史记载，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3041年，换一句话说，3000年过去了，后500岁之后的500岁，再之后的500岁，以500岁算一个阶段，我们现在是第七个500岁，第五个500岁就斗争坚固了。那现在斗争就可想而知了。要不要斗争？要。为什么？不斗争了，佛说的话不灵了。佛没说准。佛说的这么准确，还有什么话说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对3000年以后这个世间佛教的发展，他一清二楚啊。我们从大乘经上这些经文应该要得到安慰，要得到欢喜。为什么？在这种斗争已经超出
一般人想象之外了。我们在这个时候还能够闻到正法，还能够遇到净土法门，能信能解能修啊，真肯念佛不容易啊，故非凡人呢。啊，我们自己要知道安慰，要知道庆幸，要知道努力，勇猛精进，啊，不要辜负这一生，在经中取得决定的成就。那就是往生净土，难不难呢？一点都不难。啊，最近有同学送了一本书给我看，啊，敬老说的话。啊，这个字最好放大，啊，最好放大一点，大家能看清楚敬老师的话。大家喜欢看的话，请做参考。这一本话，一本书，我用了两天的时间把它看完了，内容是什么呢？可以说是净宗念佛法门的精要精华，最简单最必要的，无论什么人，男女老少，贤愚不晓，照着他的话去做，老老实实念佛了，决定的生净土。啊，他这里头后半部有相当的深度，啊，里面讲了很多大乘经的道理。啊，最主要的教导教人，要念佛，要改毛病，改习气。为什么？毛病习气是往生净土的障碍，要放下万缘，知道这个世间什么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，假的要放下，只有念佛求生净土是真的，真的放在心上，啊，跟我们平常所说的完全相同。说得很透彻，真正求往生，甚至于不认识字，一部经也没有接触过，啊，只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他就能成功。地仙老和尚那个徒弟郭如将，是最好的榜样。啊，他确实什么都不知道，啊，他能够有这么大的成就。基本的条件就是这个人老实听话真干。那老和尚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教给他一句接着一句念下去，念累了就休息，
休息好了就接着念，不分昼夜。啊，他真听话，他真干。啊，念了三年，欲知时知，站着往生。这不是假的。给我们做出好样子，啊，这种好榜样就在眼前。决定不是假的，我们看到了，听到了，能不相信吗？有，真有人不相信，不相信的人还占多数。这是什么原因？他的业障深厚。虽然亲眼看到了，信心还是生不起来，能够看到听到生起信心啊，有信心呢，在生愿生净土的愿心，一心专念南无阿弥陀佛，那这个人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他不是凡人啊，他是第一稀有之人。这释迦牟尼佛的赞叹呢，啊，他听了能相信，能理解，能够接受，能真干，持就是真干。啊，何以故？为什么呢？这个人，他肯定的把四相放下了，《金刚经》前半部主要就是讲的四相是假的，放下证阿罗汉果，啊，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，偶业大师他老人家有《金刚经》的注解，他的注解叫破空论啊，金刚经破空论，欧耶大师的注解，注解里的是此即信修大果，名号是大果，他能信，他能持，就是他肯念。其实这个法门是以如来果地觉作为我们因地信，因果同时，因果不二，一心称念阿弥陀佛，这个时候就是世心作佛啊，真正不可思议。啊，欧耶大师说，如果啊，这个事是假设，
这个人，还有少许人我思想，还有这个东西在，绝不能信此经。对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他不能接受。他不能理解啊！摄于此经，信皆受持啊！假设他对于《金刚经》代表大乘，他真正能相信，真正能理解，能接受，能真干，决能了达，他决定能够明了通达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当体即是无相啊！那当然不是凡人。啊，下面神念老的话，准是而论，以《金刚经》作为标准，啊，以本经这一段经文作为标准，那么本经乃一切世间难信之法，本经是无量寿经。金刚经难信，无量寿经比金刚经还要难啊！对这个经能生信，当知是人不是凡人为什么？这个人不久的将来啊，他要成佛了，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。信就能得度啊！所以二十世间啊，一切世间稀有之人，不但在人间，在十法界都不容易遇到啊，若于圆教能生实心，圆解圆修可称圆人，圆人修行一日可当常人修行一界。这个话我们能不能相信？啊，什么叫圆人？这个地方的条件很简单，对于净土法门念佛往生真正相信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，而且真干啊，真信真愿，一向专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啊，净土法门是圆教，《金刚经》也是圆教，啊，学习的这个人
对这个法门能生实心，真实的相信，没有丝毫怀疑的相信，叫实心，实实在在他相信，这叫圆心圆解啊，他能理解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曾经发四十八愿，这四十八愿愿愿都是为我而发，这就是全部接受了。佛的大慈大悲不是为别人，是为我。佛建立极乐世界，佛发心参学诸佛刹土，戒得四十八愿，愿愿都是为我啊，帮助我成就我，圆寂圆修啊，这一句佛号不间断，日夜都不间断，这就叫圆修啊，也就是地仙老和尚教锅炉匠的愿修啊，一句佛号从早到晚，口念不念没关系，心里头不能中断啊，一句佛号接一句佛号，这叫愿修啊，愿心愿解。圆修的人，他念佛一天，平常人要念一偈，所以他三年五十戒以来的业障啊，消干净了，往生的障碍全没有了啊，他能够自在往生这个理跟事，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，这一生决定不能空过，这一生一定要抓住啊，假的统统放下，真正有利益众生的大事是什么？是讲经，诸佛如来今现在说法，这个管用啊！啊，尤其现在我们分享经法。啊，分享我们念佛的心得啊，敬老这本书就是他自己修行心得报告啊，他是啊，走的时候98岁，
前面有个简单的介绍啊，他是2010年7月12日往生的，享年98岁。年龄虽然高，一般人看他好像是60岁的人，看不出他90多岁。小时候6岁，他记得跟小朋友在一起玩耍，遇到一个出家人，叫他念阿弥陀佛。小孩不懂，贪玩了，那么就留了这个印象。出家人走了之后，再也没见面了。他问他家里人，他爸爸长辈们，什么叫阿弥陀佛，也没人讲清楚。以后他就不问了，没有事他真的他就念。没有进过寺庙，没有跟宗教有过往来，就是小时候这么一个缘分。他一生依教奉行。这个和尚呢，以后一生呢再没见过面，就那么一次。这个和尚见了他很欢喜。小孩嘛，把他抱在台子上，叫他盘腿坐下，或掌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就这么一个很深的印象。念到98岁往生，留下这些话，这些话也是给一个有缘的李居士，有缘的年轻人，给他讲的这些话，他就把它记下来。那么这个笔记敬老看过，记得没错，往生之后再把它印出来了，给我们大家来分享。可以跟黄念祖老居士的大经节比美。大经节讲得非常详细，他这个很简单。宗旨方向目标完全相同。如果看到大经节这么大的分量，就是太多了，那你就看这本书就够了。多看，常常看，把这个里面重要的都能够记住，依教修行。果报相同嘛，都是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功德不可思议。那么这个书
跟佛说的道理一样，要度有缘人啊，与阿弥陀佛有缘，听到阿弥陀佛能生欢喜心，管用啊。如果听到阿弥陀佛摇头不相信，这就是没有缘啊。那没有缘怎么办呢？看黄念老居士的记注，这个说的详细，遍数要多啊，一遍两遍三遍没有效果，至少要看三十遍，要万缘放下，心平气和啊，用真诚清净心来看，你会得受用啊。你都看明白了，看清楚了，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你清楚，极乐世界生活环境学习环境你也清楚，你肯定放下娑婆，一心专取极乐世界，大好事啊！啊，难得了这个老人，这个老人是山东人。啊，战争的年代他到台湾了，名闻利养都不要啊，在台湾是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，一生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他平平安安往生了，他这一生的目的达到了啊，留下这些话给我们学佛同学们做参考啊，简单扼要啊，对念佛人确实有很大的帮助啊，我们绝不能把它看清了。现在我们看幕后这一段，看疑惑难度中国古代的教学，把孩子都叫老师了，对于圣贤的话老人的话不敢怀疑啊。可是西方文明传到中国之后，西方人鼓励人怀疑，给我们中国的教学完全相反啊！外国人怀疑才会有进步，什么都不怀疑了，是保守的，没有进取心啊！为什么呢？不敢革新，守着旧的规矩，不敢创新啊！科学是要创新，不走老路啊！这个理念
用在科学上可以，用在伦理道德上，问题就严重了。孝顺父母能改善吗？能改变吗？能怀疑吗？关于伦理的、道德的、因果的，现在统统怀疑啊！圣教推动非常非常困难，没人相信啊。我们知道这个好，我们得到了受用。那我们得到的受用，现在人不以为然。他们完全讲现实，也是你现在得到的，你得到的是什么？是不是做大官？是不是发大财？他用这个来做标准。你说我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没有钱，没有地位。他说你这是骗人的，假的。他一定要看得见的，摸得到的。这是真的。所以很难接受。念佛往生，他面前即使看到了，他都不相信。你去想想这个东西多难。死了之后后悔啊，我们怎么知道的？在国外，我们从催眠书里面得到信息。人在被催眠之后，他能说出他的前世，再前世。甚至于未来世，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他能够看见。在外国非常流行，那么在中国亚洲这一带呢，其他的国家都有附体。最近这十几年来，到处都有附体是鬼神附体，真有其事。他传的信息是不是真可靠，很难说。所以有很多人问我，我说可以做参考，不能完全相信。完全相信他跟你开玩笑，你上当了。那我们自己受害了，你找他找不到他，无影无踪所以处理事情要智慧，要冷静要细心去观察，这就对了。我们相信真有其事，
他说是什么人附身的，这个很难讲，有冒充的，有假的啊，特别是冒充佛菩萨，这个事情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都说过。啊，不能相信，要相信自己的心。心里有数，心清净，心善良，起心动念没有想到个人的名闻利养，没有想到个人的利害得失，这是善的，善有善报。那现在还在受苦受难，语言没成熟，或者是自己的业恶业没有消掉，恶业消掉了，福报自然现前。啊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，一定要相信。决定是有啊，不可以怨天尤人，尤其是受到最大的委屈啊，外国人是不能够忍受的啊，中国古人能忍受，那佛法更是讲求忍辱波罗蜜啊，割离王各界身体，奇耻大辱。忍辱先忍，没有怨恨心。啊，告诉割离王，我将来成佛，第一个度你。忍辱波罗蜜的圆满呐、啊。就是忍辱功夫的圆满啊，真的是忍人之不能忍，心平气和，他的心是平静的，没有被染污，没有被波动，所以生智慧不生烦恼啊。啊，各界身体，身体是假的，身体根本就不生活啊，割就让你割吧，啊，人如仙人，如如不动啊，表现出来的是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慈悲。啊，人如仙人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。因为这桩事情，释迦牟尼佛提前成佛了，这就是果报啊。他是衔接第五尊佛。弥勒在他前面，他在弥勒后面，结果提前了，他先成佛，弥勒延后了。所以应该要忍啊，要立个志，一生不跟任何人冲突，不跟任何人对立，这就是真正修忍辱波罗蜜啊，
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，不能忍，心定不下来。心定不下来，没有智慧。忍辱成就禅定，禅定开智慧。谁占便宜啊？自己占便宜。这个道理要搞清楚，搞明白，自己一点都没吃亏。对于整个宇宙，一切人事物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这个人不是凡人，这个人是佛菩萨。你达到这个境界，你成佛了，成菩萨了。我们看这段经文，若闻佛号，心中呼疑，于佛经语都无所信，皆从我道中来，俗养未尽，未当度脱，故心呼疑，不信相耳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狐疑不信者，经上说的是从三恶道来的。三恶道是恶鬼地狱出生。为什么呢？俗世造的罪业，受的苦报还没受完呢。得度的机缘还没到。所以他不能相信，他不能接受。能够相信，能够接受，语言成熟了。那是什么？业障，苦报快要尽了。人不能造恶业。但是今天这个社会，六根接触的境界，时时刻刻在引发你造业，让你冲动，让你感到不平，让你感到受委屈，让你生起怨恨，甚至生起报复，这都是环境啊，促成你造业。造业后面是三恶道的果报。太可怕了。我们如果不幸遭遇到了这个境界现前怎么办？一定要想到，如果我被这个逆境恶缘影响了，我将来要躲三恶道，
想到卧道苦，卧道可怕，那怎么办？忍受啊，叫忍辱波罗蜜，不能忍也要忍。啊，对于给我困难的人，不要计较。为什么？要是放在心上计较，会引发将来冤冤相报。你这一生这样对我，来生遇到了，我一定对你更难看。啊，让你受的苦、受的灾难比我还要严重，是报复。好，来生我报复他，再来生他又报复我。这么一来呀，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。苦不是一方面，双方都苦，双方造业，双方受报，苦不堪言，这又何必呢？啊，所以真正聪明人、有智慧的人，不放在心上，就了了。啊，懂得冤冤相报的道理跟事实真相，我们受的委屈应该怎么想法呢？我前世这样对他的，这一世遇到了他这样的报复我，那不就消了吗？我不再怨恨他了，这个结就解开了。来生遇到是好朋友，不是冤家对头。这就是古大德教我们：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啊，怨恨要化解，不能再结。啊，无论是过去生生世世的怨，或者是今生偶然不小心结的怨，通通要化解。啊，决定不能叫他延续。啊，延续到后世，延续到子孙，延续到自己，麻烦太大了。啊，所以轮回不好玩呐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很容易迷惑，这一生遇到佛法，无比的幸运啊！所有一切善缘恶缘，我统统放下，我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到极乐世界成佛之后，啊，这个世间的缘很深。我有智慧，有神通，有能力，我再回来帮助大家，这就对了。从极乐世界回来的人，没有一个是迷惑颠倒的，个个都有大智慧啊，大德、大能、大神通。啊，有一些朋友来劝我，啊，今年有国际上有一些会议，啊，劝我参加，我统统谢绝。88岁了，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！啊，我是这样子谢谢他。我不再参与了，这个话我很久就说过。
啊，我只是讲经教学，就这一桩事情。啊，讲经就是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我不讲别的经。那为什么？跟我学的法门相应，我只有一个方向，极乐世界，只有一个愿望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其他的统统放下了。啊，什么时候往生？我希望今天就能往生。我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，啊，帮助众生是缘。那我们每天两个小时，在这边跟大家分享，这是缘。我在这里说，做报告，你们能够打开频道，能收听，这就是缘。学经教，念佛，心是清净，心是平等的，啊，智慧增长，烦恼不生的，这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这一句佛号能扶住烦恼。啊，念头才起，接着就是阿弥陀佛。我做的功夫就是这个，非常简单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统统归到阿弥陀佛。啊，所以念了这句话，为我们解释经文，说得好。啊，下面说，此亦如《金刚经》所云：“于后末世，由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，我若具舍者，或有人闻，心皆狂乱，何以？”不信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有这几句经文啊，释迦牟尼佛说的，于后末世，这就指现代啊，末法时期，末法一万年，如果用五百年做一个阶段，这一万年里头有二十个阶段啊，两个阶段是一千年，一万年，二十个阶段。佛法在这些阶段里头，有兴有衰，啊，这一桩事情。早年张家大师跟我讲过，我们现在所处的是衰低潮，那将来呢？将来还会兴旺起来啊，不会灭掉啊，佛法要灭掉还有九千年，九千年之后灭法。这九千当年当中，尤其有兴有衰，啊，今天真的是衰到极处了。
摔到什么呢？我们找不到善知识了。黄念祖老居士这种人没有了。啊，像敬老这样的人也没有了。我们学佛越来越难了。佛法怎样才能兴旺起来？讲经教学的人多了，就能兴旺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想的办汉学院，办佛教大学。啊，汉学院里面所教的是儒释道。啊，办宗教大学，希望全世界圣贤教育、宗教教育都能再兴旺起来。啊，现在衰，普遍的衰。佛教衰了，每个宗教都衰。这人心不善，人心回归向善，圣教就兴旺起来。感应呢？啊，大家不相信，不肯断我行善，这些佛菩萨不来，圣先生也不来。为什么来了？你不相信，你不肯学，你还回谤他，还糟蹋他，啊，那加重你的罪业。于是我们知道，圣贤人来不来到这个世间，都是慈悲。你相信他来，慈悲；你不相信他不来，慈悲。啊，绝不因为他让你造更重的罪业。啊，所以佛菩萨圣贤应化世间不是偶然的，全是众生业力感召的。啊，那我们今天整个世界人心不善，感召的社会动乱，啊，谁在操纵这个动乱呢？魔王不逊，啊，波旬附体来照顾我，啊，他说我没有得到他的同意，侵犯他的道场，我跟他说没有，我们从来不会侵犯别人道场，我们从来没有拉过信徒，一生都是随缘度日。他说怎么没有？啊，你讲经有电视，有这个网络，我在恍然大悟，原来卫星电视网络是波旬的道场。这我说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这是你造的。啊，所以我们也用了这个，用了几年了。我说请你原谅。啊，我在我们小佛龛上给波旬供了个牌位。啊，我称他波旬菩萨，我不跟他对立。
我请你来听经。啊，讲经之前，我到那个地方去拜他，请他来听经。讲完之后，我要拜他，送他归位。啊，他跟我对立，我跟他不对立。我希望他发菩提心，救救世间苦难众生。啊，不要再伤害他们。啊，波旬是谁？欲界第六天的天主啊，他化自在天的天王。佛宝大了，他上面是色界天的，啊，为什么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波旬也不例外啊。波旬他也有佛心的，他本来也是佛。啊，为什么变成魔王？心量太小了，自私自利的心太重了，出在这里。啊，他的欲望，他是欲界天主，希望欲界的众生越多越好。啊，不要离开欲界。那我们念佛，要想出离六道轮回，要想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。啊，所以你修任何法门，只要不求出离六道轮回，不求往生净土，他都欢喜。啊，就是不希望你离开。啊，所以说起来，他也不是一个很坏的人，只是啊，把自己的利益看得太重了。啊，欲界像个大家庭。不希望他的人民流出去，希望他这个家族越来越大，人越来越多，他欢喜这个。啊，是希望他多听经。啊，特别是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啊，那么《金刚经》这一段说得好，于后末世，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有受持读诵。啊，这里是讲《金刚经》，此经是《金刚经》。我们现在也是受持一部经，我们受持的是《无量寿经》。所得功德啊，真正能够读啊，能够受，受是接受，能够持，持是依教奉行，读诵是天天温习不忘记啊，所得的功德，我若具足，释迦牟尼佛，我要圆圆满满都说出来啊，或有人闻呢，心悸狂乱，有人听到之后他不相信，他不能接受，狐疑不信啊，那么会说这些话是骗人，这些话不是真实的，故知法门与殊胜，世人越难信。净宗法门
是一切法门里头最殊胜的法门，所以它是最难信的法门。啊，故于圆顿妙法。圆顿妙法是指心愿持名，这么简单，这么容易，成就之高，没有人相信。往生极乐世界，一生快速成佛，成佛时正如长极光净土，这是究竟圆满的成就啊！这个地位在华严称为妙觉啊，比等觉还高一个层次。真正是无上菩提，没有比他更高的了啊！但是这个人狐疑不信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我们往下再看，富足流通啊，劝修坚持第四十六。念了有个简单的提解啊，本品首位世尊富足大众守护本经啊，这是这一品里面第一大段啊，第二大段呢赐予救护众生啊，第三大段呢行解相知求生净土啊，这是我们当前迫切需要的大事啊！释迦牟尼佛把这三桩大事付诸跟我们呢、啊，我们要尽心尽力了，依教奉行。啊，下面课题丙一，主护无上圣法。啊，分两个小段。第一段，无上圣法难遇。啊，难遇，我们遇到了。啊，那么第二呢，富足当机守护，这一回当机两个人，前半段是阿难，后半段是弥勒菩萨。啊，他作为当机的代表。我们看经文，佛告弥勒，诸佛如来无上之法，摄烈无畏，无碍无著，甚深之法，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，非一可遇。能说法神人呢，也难开始，
坚固身心，时也难造。释迦牟尼佛非常感叹呐、为我们说出这个时代众生的状况，年老住得很详细。那手段为富足护持本经，无上之法者，就是称这一部无量寿经啊，往生论注，谭鸾大师的著作啊，著作里给我们解释无上，说此道穷离尽性，更无过上，过是超过。没有能超过的，没有在他之上的啊，这叫无上之法，说的就是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啊。无上法涅槃也，大智度论里说，是故知无法生涅槃者，这个法门穷离尽性，穷我们中国谚语所说的追根究底，啊，也有一句话说打破砂锅问到底，这就是穷尽两个字的意思啊。对于理，对于信，这个是宇宙的奥秘，最深的奥秘。宇宙从哪里来的？啊，万法的真相究竟是什么？这一部经里头讲的透彻，讲的究竟，讲的圆满，没有超过其上。啊，无上法梵语称为涅槃，涅槃翻在中国古时候把它翻作极灭啊，四谛里头苦集灭道，灭就是涅槃啊。灭什么？灭
一切烦恼。灭一切现象。为什么？现象是假的。啊，佛把它分为三大类。今天科学也分三大类。第一个，物质现象。我们眼耳鼻舌身。能感受到的，啊，眼看见了，耳听见了，鼻闻到了，舌尝到了，身体接触到了，这物质现象。啊，还有一个起心动念，思想，思是第七识，莫那识，想是第六识。精神现象啊，还有一个阿赖耶识是自然现象，宇宙现象不外乎这三大类啊，三大类统统包括了。金刚经上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三大类统统是虚妄。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那么现在科学，量子力学家证明了，确实这三种现象不存在。三种现象怎么来的？是我们妄念当中。啊，佛也是这么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心如果不想了，外面现象都没有了。所以佛教我们修定呢，就是叫我们不要去想啊，所有的想都叫妄想。妄想产生的现象都是幻象，都不是真的。那么妄想断了，哎，真相显现了。那个真相是什么？就是此地讲的理，讲的性，穷理尽性，你就见到了。啊，禅宗所说的明心见性。你见到了，见心成佛。啊，佛是智慧，是觉悟。成佛就是成就究竟的智慧。佛法常讲的德相啊，啊，真相明白了，啊，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相好，啊，真正明白了。制度论上有这一句话，是故知无法生涅槃。啊，这无上之法了，是涅槃的。啊，下面说了，舍利无为，无爱无著，甚深之法。啊，舍利
十种利用，如来所有的十种利用啊。第一个觉，就是觉悟啊，明了啊，通达啊，事出非出之理啊，处者道理之一啊，也就是是非的道理，知道什么是是，什么是非啊，知道无的道理，非道理这一种智慧，又指指一切众生因缘果报啊，这一切众生呢，包括的范围太大了，除佛之外都是众生，上面等觉菩萨，下面无间地狱十法界，十法界所有众生，每一个众生因缘果报佛都知道啊。为什么所有一切众生都是自性变现的？自性是能生能变，万法啊，整个宇宙是所生所现，能生能现的，你见到了，明白了，所生所现的，哪有不明了的事情？啊，这个宗教里面对神、对上帝的赞美，全知全能，实在讲，上帝做不到，佛做到了。啊，上帝为什么没做到？上帝没放下。波旬是欲界天的上帝，欲界六层天他最高了，欲界里头没有在他上面的啊，他上面是色界大梵天王啊，初禅天啊，在欲界没有比他高的他，还有烦恼，还有习气啊，他不喜欢别人离开六道轮回，这就是他的习气，他没放下啊，所以他这真的知道一切众生因缘果报，作落叶的落报啊，这个落就是善呐、啊，造善业了的落报，这个落是人天三善道。因果相契为是处啊，造恶业呢希望得乐报，因果相背也为非处啊，有也
无有是处，无有是处是没有这个道理。这一条，诸佛如来、化身大士没有疑惑的啊，这实力了，这个摆在第一，意思很深很广啊，我们一定要相信，做善有乐报，造恶一定有苦报。诸佛如来见到的啊，绝对不会说是你行善你在受苦，你造恶你在受乐得乐，没这个道理啊。但是我们在思上就观察呢，哎，觉得有问题啊，有些真是恶人呢，干坏事，为什么做大官发大财啊，他天天在享福啊。有些人真正的是善心，善心啊，生活很艰难很辛苦，没有地位没有财富，我们亲眼看到的。于是乎对于善恶果报产生怀疑，甚至完全不能接受，完全不能相信啊。他认为遵守佛陀的教诲、圣人的教诲，那是愚人啊，在这个世间一辈子要吃亏啊，作恶是聪明人于是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无不是自私自利，无不是损人利己。他怎么会相信这个？啊，那么这种现象，佛在经上跟我们说得清楚，果报同三世啊。啊，所以要相信三世因果。啊，他过去是，现在是，未来是。啊，有人一生享福，啊，地位很高，那是什么？过去生中修积的福报，造的善业。啊，这一生当中果报成熟了，他享受啊。今生所造的业呢，还没有启动啊。为什么呢？他的余福还没享尽，一定要到他福报享尽了，这一生所造的恶业显现了，到哪里去了啊。我们看唐太宗历史上好皇上啊，没有人不赞叹的，连外国人都赞叹的啊。外国人知道中国有唐太宗啊，啊，你看有地位，做到皇上，外国许许的国家拥护他啊，上一个圣号给他，天可汗，
对他尊重。啊，他有没有做卧室？有啊。夺取政权的时候是用武力得来的，杀了很多人呐、啊！有没有国报啊？有，死了以后堕地狱，堕无间地狱。啊，你看到附体，把这些真相告诉我们。啊，夺取政权的时候，外人杀了，他自己的哥哥弟弟都被他杀了。啊，争夺王位也。啊，所谓玄武门的四变，啊，就是把他兄弟杀掉。啊，他父亲生了三个儿子，那只剩他一个，他王位是他。啊，也不过做了23年皇帝，50岁寿命就到了。啊，死了以后堕地狱。这就是事出非出。啊，夜因果报丝毫不爽啊。你要是真正明白了，去诸佛如来化身菩萨，决定不做坏事，决定不会伤害一个人。啊，为什么？果报不善呢、啊？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纯净纯善。啊，生生世世都享受福报。啊，不懂这个道理，不晓得。啊，以为善恶没有报应，报应临头，后悔莫及。啊，真正了解这个因果的道理，如果这个因果道、因果的教育，让社会大众普遍都能够接受到。人人是好人，事事都是好事，啊，社会兴衰苦乐是我们念头言行造出来的果报，不能怪别人，全是自作自受，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以前没人讲啊，讲的含糊，我们没有听清楚，没有听明白，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还会犯有过失。啊，有做的有意无意啊，做出对不起别人的事情。啊，大乘经读多了。这桩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啊，真正忏悔。
真忏悔就是后不再造啊。啊，自古以来，中国外国啊，贿赂是不善的，那不是善的。行贿的人、受贿的人，罪报相同。通通有罪啊。啊，行贿的人啊，是用财物诱人家，引诱人家干坏事。啊，接受的人没有真正智慧。啊，高明厚利，只要一动心，罪业就形成。啊，想到将来苦报，不敢了。啊，眼前带着一点好处啊，是假的，时间太短了。你能享受多少年？堕三恶道，麻烦可大，时间太长啊，怎么出来呀？啊，太可怕了。啊，第二种呢，业智力，知一切众生三世因果业报的智慧。啊，或善不善，有漏无漏，这一类的事情，他知道的很清楚。三世过去，过去造的什么因，现在受的什么样的果报，现在造的是什么因，来世受的是什么果报，他清楚。啊，下面说何善不善，善因有善果，不善的因有恶果。生生世世，你在六道里所受的，通通是自作自受，与别人没有关系啊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修行，那就是有漏跟无漏了。修行到底修的是什么？这个敬老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。啊，修行就是断烦恼、断习气。与认识字、不认识字没关系。与懂不懂经教也没关系。啊，特别特别这个提的很多句很多次的。改习气，改毛病。这就真修行了。毛病习气都断了叫无漏。还带着有毛病习气叫有漏，有漏就是有烦恼习气，无漏是无烦恼习气。啊，见思烦恼断掉了，真阿罗汉果。见思烦恼的习气也断掉了，
正辟支佛果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法是方法，门是门道。啊，无量无边的方法门道，每一个方法都是帮助你改习气的。你要真正懂得改习气的时候，你得受益了，那什么，那就叫佛法。不知道改习气的，那就不是佛法了。于是宗门里头这个话头啊，会吗？会吗是什么意思？啊，你用的这个方法真的是改习气吗？真的是断烦恼吗？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有人来欺负你，啊，惹你生烦恼，你对这个人怨不怨恨？这我冤亲债主，啊，我要怎样报复他？这就错了，为什么？烦恼里头又增加烦恼了，他是来叫你生烦恼的。如果你换一个念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怎么不生烦恼了？看到这个人在那瞪着眼睛发脾气，在骂我，在羞辱我，甚至我在打我。啊，看他怎么看法呢？他本来是佛了，佛喝醉了酒啊，发酒疯啊。啊，他的理智失掉了，心平气和，不与他计较。骂随他骂，骂累了他就不骂了，他骂得很辛苦啊，还去安慰他，啊，发这么大的脾气伤身体不好。你看这两种态度就不一样了，啊，后面这个态度是菩萨，前面那个态度是凡夫。凡夫冤冤相报，菩萨没有怨恨，叫化解怨恨，不用化解，根本就没有啊！哪一种方法好？菩萨的方法好啊！菩萨用的是无漏法了，啊，凡夫是有漏啊。啊，那么你就晓得，一切事、一切处、一切人事物，会用的全是增上缘，都让我们走无漏这步这个道路，那就都是佛法。有漏是世间法，无漏是佛法。所以哪一法不是佛法？法法皆是。啊，不会的，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还骂人，还生气。阿弥陀佛也不是佛法，啊，何况其他的？
啊，什么原因？没放下。佛法是放下了，没放下就不是佛法。啊，放下的时候，无有一法不是佛法，妙极了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